哟，大家好，我是翔龙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要来继续我们上次未玩的《Wilhelm 瓦尔哈姆》。话说我上次到哪来着的？那这一次的话，我想想看，其实我老实讲，我是蛮想要挑战说去打那个网的啦，就是我们地图啊，我们右上角不是有地图吗？然后地图那个左。右下角啊，有个那个网。说真的啦，如果现在真的要去打他们啊，我还是有点怕怕的，因为我目前身上的道具似乎不是很够，似乎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做道具，这里做道具，这里做道具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我其实蛮想要多做几个东西的哎，我想要做这一个，可是我现在这个皮碎片不够。然后木盾我。木盾我可以做了，可是其实我有点犹豫，因为如果我用剑的话，我都不能用木盾，用弓箭的话，不过这个可以升级，但我必须要把这个强化起来才有办法。好，那我们尽力尝试吧。那这个石斧可以修复吗？它可以修复我的石斧吗？它只能制作不能修啊？没有修的功能吗？奇怪嘞。啊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等一下，我先把我的武器拿出来，我们就去找鹿吧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等一下，他那个是皮碎片，好像鹿跟那个猪都会掉，对不对？现在是晚上哎，不然，哎呦，怎么天空突然冒出一大堆云啊？这是要闹哪样啊？哎，好了，没关系，晚上出外探索一下，你觉得冷够没有？看，我一出去就觉得冷。靠呀！那有没有床可以先坐啊？如果我先坐床，我可以先休息吗？要啊！靠边！哎呀，我就这样把我自己的家给毁了，北七哦！意外，那个是意外。我只是刚刚想说中间右键是哪一个，然后我按下去就直接把它毁了。等下地基是哪一个？木地板吗？好啦，不是那么小块哦！哎呀，算了。北七哦，妈的，有宝箱哎、欸，有床，来，可以先坐一下 ，nice 哦，哎呦，哦，你不要吓我啊！而且你怎么变那么大只啊，兄弟？哎呀，我要把东西毁了，我是北七。好好睡一觉，等到满满的力量来振作哦。有加好处可以制作那个东西，好的，阿姐，靠腰，我先把一些东西先放起来好了，好不好？鹿皮先放，这個、没办法放吗？可以，好，那我先放，这个坏掉了就先放进来吧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我要怎么睡？无人认领，需要屋顶，有屋顶啦、啊。对不起啊，我的屋顶好像。不是很好啊！我一直在那破坏超小，那个临时的家做好了，可怜哦！不要再用这一个了，那个真的很可怕哎，随时都可能那个。好，床铺需要靠近萤火啊！靠腰，所以我还要再盖一个萤火进来，是不是？好，萤火是按哪一个？右键？我一直想要按中键子干嘛？可是我会不会把我家毁啦？他这样应该不至于把我家烧了吧？睡觉啊，可以睡，我们直接到白天吧。哎呀，也要第三天了，我活到第三天了，各位。那我们接下来目标就是收集那个骨，不是骨头，那个吧，碎皮嘛。哇、哦，不是我要讲啊，这个看起来很漂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找我们的目标。他们会在哪里啊？哪里有猪？少修，吓我一跳。有没有猪？可爱的小猪猪，小鹿鹿也行啊。可以，现在风向没问题。啊，风现在是往我这边吹。他只要眼皮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就是现在，啊！
东西嘞、欸，有鹿皮，有鹿皮，我捡到了。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要鹿皮啊，靠腰。我要鹿皮干嘛啦？我还没有要召唤呢、啊。先让我收集个东西吧。不过他这个没有修复系统吗？我以为他可以修复哎、欸，还是我没有抓到修复的要领？我觉得这可能性比较大。所以打鹿的话是鹿皮哦、喔，我以为猪跟鹿都会掉鹿皮碎片。八道妖哈，帮你解脱。nice， 有皮碎片拿到了，皮碎片拿到了。好，上面有一只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它是灰宝宝，黑宝宝。哦，它灰的。妈的，找我啊！那长得那么像干嘛、啊？真是的。哎呦，还反击呢哦！派，很派。这是鹿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偷袭一下就知道了。对，鹿。可以，我们这样子偷偷从背后偷袭是没问题的。从背后偷袭的伤害比较高哎、欸。我们又回到我们那个，我绕了一大圈啊！啊靠腰，原来我家后面就有啊！早说嘛，为什么不早说啊？为什么不早说？哼，我又拿到战利品啊！来，这什么啦？我到底在干三小？我到底在干三小啊？八个，哎呦，还不够啦，气死我了！我到底在干啥、啊？可以做了吗？可以做出工了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开启了远程时代，大远程时代开始，来，就 ，yes 啊！哦，哎、欸，666啊，这个伤害可以啊！我射到他的肛门，那个伤害50几耶、欸！哎、欸，那搞不好我可以去挑战那一个了，我可以去召唤那个怪物出来了。先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干啊！我不小心点到，你这样我就不用那么麻烦，每次要跑。每次都要在那边靠近敌人来发动攻击，我在远处就可以了。要急嘛？我来试看看，技术真的那么糟吗？就不行，他的瞄准的跟我射出去的位置完全不一样，就是你要有一个高度。大概是这个高度吧。哦，好哦，我想说，看来这个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用，可以吧？试看看。我做出了牺牲，蛋奶，等一下，动静有点太大喽。啊，我有点戳哦。来，出来。哦，太硬啦、啊！他会发雷啊！我这是打谁？索尔吗？哦，666，这什么赤血麟鹿？不是吧？是雷鹿吧？哎、欸，妈想打我小样！嗨，哎呀，哦，痛痛痛！
啊，我偏了。哎呦！刚刚我稍微停顿一下。高低差，高低差，哎！哎呦，干！哎呦，哦！哎呦，我用光了，哎！好，近战！啊啦！啊，不行，不行！我觉得我近战会死，我觉得我近战会死，蛋嘞！蛋嘞！哎，我现在有办法做，不行，我现在没办法做。近战准备啊！没事啊！哦，有有挡住了，挡住了！啊，不行不行，觉得我要先躲开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觉得有机会哦。喂，可以挡住。啊，不行，不行，我觉得我再被他打一下，我会翘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回个血，我先回个血。哎呦，哎呦，哦哦哦哦，金牌金牌，嘿嘿嘿。三滴不够，不够。哎呦！七滴不行不行，等下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再等一下。再等一下。快了快了，感觉要来了，感觉要来了，二十滴，二十滴就是我反击的时候啦，去死吧 ，yes！我成功啊！我成功啊！哦，太惊险啦！久违了，勇士阿金，久违了，让我打一下吧。哦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真是，哦，惊险刺激啊！我靠，飞行棋手我都根本比不上啊！你是我的信使，我知道，我只想打你而已。啊！获得被遗忘者战利品，返回祭品献祭，让众神对你另眼相看哦！谢谢。哦哦啊啊！吓死我了！我死定了！其实我没有想到可以一次过关哎，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哎！我在看，我的他还会发雷哎！妈的，我都不知道我那么厉害呢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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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吓死我了！哎呦，我看看，他说这个要献祭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硬鹿角，是我们刚刚拿到的另外一个战利品。好啦，弓箭的话，我还先做几个吧。我先做几个木箭吧。哎，那个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难打。刚刚如果箭还有的话，或许还会稍微好打一点啦。可是打到一半的时候，那个箭突然没了，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，我忽略了。
大意了，差点大意没有闪哎、欸，好几次，其实我都忘记我闪躲剑，我还没跳来跳去而已。哇、哦，阿弥陀佛，好啦，至少打赢了，我们献祭吧 ，Go Go Go， 献祭在哪里？哪里要献祭？就我们不是，他说献祭要回来这里是不是？然后嘞，献给谁啊？你跑和跳技能更强啊，跑跳耐力消耗 60%。哎呦，献祭被遗忘者，哎呦，你不要吓我啦，阿金哦，烦嘞、欸，懂你啦，害我被吓到，把你干掉了啦，你很烦嘞、欸。获得赤血灵的力量，需要的时候使用。接下来一个目标是探索黑暗林森里，一早发现被遗忘的宝物和资源。古树长老正在等你。好，我不知道他在讲谁，我想砍你而已。接下来我们要找下一个嘛，是赤血灵路。那这个呢？深之罪林中王，居住在这里的人惩罚他叫酒下。先写他红酒，写肉他美食。那我要怎么标记他的那个点啊？还是说他只会标一个给我们？有按 F 哦，有看到了，我看到我那个跑步变得更加顺畅了，消耗的耐力更少了，放逐之力。其实我原本还以为会有那个叫什么。我其实原本是以为说有东西的，有火有家好地方。那接下一个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找他、啊？有点伤脑筋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身上带那么多东西，我就以为说死定了，没救了，我才带的。结果我怎么还活着啊？我怎么还活着、啊？奇怪了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厉害？哦，没有 ，CD 时间是20分钟，然后左上角、右上角那一个才是我们使用的时间。好 ，All right，whatever， 就这样吧。好啦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的一个小目标完成了，我们成功干掉了这个赤血灵鹿。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啦，我们再继续下去吧，好不好 ？OK 的话，我们下一次就直接前往他所黑暗山林那边了。对，我们到时候去找一下他说的那个木人还是树人在哪里，我们看可不可以用火把干掉他。想太多了，哎，可是他这样的话，我们应该是要到那边才会有新东西吧？如果都这样看的话，好，没关系，这个之后小龙再慢慢研究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先告个段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下面留言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随时追踪最新的影片以及开台资讯。那如果有什么关于这款游戏的想法啊，你们也都可以在底下提出来，相当会在就是稍微参考看看，搞不好你们的想法比我还更好。例如说要把我们家改建啊，要把家改建啊，要把家改建啊 ，fuck， 哈哈，我的家算了吧，我先暂时维持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有空我再改建啊。对，那我们。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